排名，不中不义，你有什么资格选？对不对？国民党让他人民可以决定选票，你有钱有什么用？我们有选票，你钞票算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你根本一点内涵都没有，叫你这个飞一架，一架个岁寒，一架需要的是父爱，不是像他这样子。对不对？这不知道是叫做忠肝义胆，对不对？你郭台铭不忠不义，你有什么资格选？对不对？国民党让他，会气愤啊！把他，当然很气愤啊！你第二名，你竟然对第一名这种态度，绝望，贪嗔痴，对吧？黄金平80岁啊，脑子都发电去啊！佫想要选总统，从来没有超过10%，他凭什么资格选总统呢？对不对？这种人应该让他离开国民党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郭台铭坚持要参选，你觉得这样让他会不会瓜分票源啊？多少会，但是不会瓜分到我们韩文的票源。但是呢，国民党一定要让他下来。荣誉党证给他拿回来，所以认为要开除他的党籍，一定要开除他。你看到现场有没有看到这么多人？对，这个就是民心思变，这是人民的力量，你懂我的意思了吧？对不对？人民可以决定选票，你有钱有什么用？我们有选票，你钞票算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你根本一点内涵都没有。但是这个是我一直心里想的话，就是说。你这个人不忠不义，你凭什么要选总统？你选到了，人讲奸相，伊就是奸相，对不对？伊对国民党就不忠不义，伊对咱百姓会有忠义吗？会忠肝义胆吗？这种人无端的直接就是说，要让他下来。你要讲王金平。王金平是什么？王金平也不行、啊。你要讲王新平也是。王金平是什么？大姐有没有什么话要跟郭台铭说？叫伊等于飞一架，一架个岁寒，一架需要的是父爱，不是像他这样子，对不对？